咱们热烈欢迎曹大夫到咱们中山庭院来，鼓掌。来，鼓掌。什么天儿啊？鸟不拉屎的。不，先生，拉屎的。对不起。人家都气急败坏。刘一军，对不起，你得说原谅你了，不然他不起来。原谅你了，曹大夫，这是吴小燕，他们俩是一家子。燕子肚子里有个小宝宝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叫豆豆。燕子旁边那么想念。那我们能不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让他知道我是一个好爸爸？陈老板，肚子疼，不生，我累疼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能辅导他功课吗？能去参加家长会吗？不能要了。能，我能去。你去干嘛？你能照顾他吗？下车。养孩子不是把他生下来就结束了。真话都伤人，我不会像你们一样编故事骗他。